只五百块，有人要吃的无？四只五百，一人买两块，四块五百块，四只五百块，一人买四块五百，一人买五块五百。你才讲，你根本是卖的知识。无啊啦，无啊。剩遮尔啦。买五块有二啦，两买五块有来啦，五百了啦，六只五百来啦。嗯。我吃恁家的吃无啦？六只五百块，先买六只两块啊。六只五百，恁老师讲，我才往前，我送两块有二啦，这两块搁送。这两块搁请伊个。有啦，果汁机常常来啦，果汁机常常来。你无啊？你吃？五百了。你讲伊，你讲一句话就把我留你。码头鱼。你讲一句话就把我留你啊。五百来多嘞。讲一包你吃诶。哎，五百来。都调工诶。你买这边吃菜哦。你混。混啥？混啥？有讲三大个样啦。啊，是恁遐拢吃鸡食菜？吃鸡嘛，无一定拢食菜啊。吃鸡无一定食菜。对啊。对啊。是哦。嗯。应该也无出鸡啊，所以一定爱食菜。啊。哎，五百，我先来五百，无人爱吼。五百无人爱吼。五百，你意思不是讲，你意思就是讲赚一个三万块。实际也无一定爱食菜，也毋是出家，也毋是。实际毋是出家哦，我话斋，出家实际是。安尼。哦。但是他们只有中午之前。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安尼知影吼。我只好嘛食菜。对啊。啊，就拢无趁钱就食菜啊。啊，即要菜足贵呢，你敢食？啊，你真的对无？没有，那鱼跟肉最贵，还有蛋。蛋两个你贵嘞。买一斤够贵，但我买一斤六十块尔。你食白饭啊？我食白饭啊。你食一食好好吃哦。啊，白面炒三十块啊，有啥物要爱食的？来，车长来。你讲的啦。车长来啊。红车长吃了咯。飞当当。哎。当。啊，你加食寡，这加好。加好，加好啊。哈哈哈哈哈。食我不是讲贵货，讲价。不要紧啦。那就三百加现贵嘛。我爸说红车长一个水当当，哎，一个鸡黄金。哦，你说蛋哦？五六七八，我也不知道。哎，我就十个人去啦。好像有。要吃红车长。那个台中那个。这无你台中那个。要吃就是红车长。拉拉破。拉拉破。台中拉拉破那个日本超市有。台中拉拉破下面的日本超市一堆蛋，一堆蛋没有涨价。那边有六十的。拉拉破那边有。为什么我知道？我们那天本来找不到蛋，然后去拉拉破的日本超市地下，哇，满满的，没有涨价，随便你买。四只来啦，一人四只更问题，再我讲啊，哎呀，前个鸡两尾有你，前个鸡两尾有你啦，前个三两尾有你，这六尾啊，六尾啊，前六只啦，前六只啦，要吃车站的来买五百块啦，五百块啦，五百你要吃六只五百啦，这六只五百块，想要吃五百块。六只五百块，有人买无？六只五百，上个计是七条，有，真的有啦，建中有啦，那个你可以到台中的拉拉坡那边，蛋你买不完，你买不完，日本人去弄了一堆蛋奶，你可以去看台中拉拉坡那个在火车站附近那里个新开的那个社区型百货，在地下室。等我一下哈，哎，大九文，进去没底哎？大九，没有了。大九，那九文。没有了。OK， 有啊，好，有留到吗？有。OK， 好，军训给你，军训给你了。
个买两百来。来，几箱啊来？来，来，虾仁卷过两百，无两百块。这边虾仁卷等于现在，真正去解气炸锅了，两百块。好了。我吃到的。没有了啊。土坡拿掉，土坡拿去的。公公公公公公你到以前还阁两顿帮你遐熬食，无你拢食食的啦，偌熬食，偌熬食，一卡大锅甲你食。一百块啥？一百。食袂了要一百。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找不到蛋哦，找不到蛋去拉拉泡那边，那个日本人真的弄了一大堆蛋。真的，他旁边还贴一个公告说，不限数量，不限数量，不限数量。来来，哇哇哇，这要解播了。而且那是大概三个礼拜前的事哦，三个礼拜前的事哦。帮我按到四百个赞，帮我按到四百个赞，谢谢各位，帮我按到四百个赞。对啊，现在没有缺了，现在没有缺。可是三个礼拜的时候，三个礼拜前那时候还有缺，可是，在那个地方拉拉坡那个超市满满的，满满的。三百块了，来一点吧，一点蛮接的。像你刚刚多哦，你刚刚多哦。看一下，那你们看一下。这个是那个超市的蛋，看满满的，满满的白蛋，满满的白蛋，没有人买，满满的，看到没？看到没？满满的。但那个是三个礼拜前的事哦，不是现在哦。你不要做这种奇怪的动作。你要干嘛？干杯！干杯！小姐，三八，你是在创啥？哎呦！这里的、啊、哦，太多。快点啦！太多，太多，不要开玩笑。太多，刚刚也是太多、哦。三百了，你先别加了，给你。全抓了，等一下啊！来，三百，香哎，三百的还有谁？我刚才泡那个拉拉泡那个白蛋没有那么贵，大概一斤六十几块的，那个一斤六十几块的，用了啦。不用了。你要吗，老板？来来来，快没了哦。我剩下两百了，两百块了，五百块。来来来来来。哎，我啊，以后啊，我啊败起啦。你初来啊，什么吃初来啊？爱吃啥？我问者，我剩最后两箱尔，爱吃啥？买三百块啦。你等于用行的用这个对啊？来，对哦。用完全无久无一摊，搞掉行价一条要三百块，想买三条来啦，三条开九百，开八百、七百、六百，免了五百块，免了爱只啥来啦？想买三条来啦，三百了啦，四条三百啦，老师各位，五条来啦，五条你啦，三百块，来只六条你，老师来，想六条来，想七条来啦，三百啦，要三百块啦。
张先生早，对，好大的章鱼脚，开玩笑。他今天真的乱卖，今天不可能有赚钱啊，今天。有鸡蛋跟有鸡蛋跟没鸡蛋，跟无鸡蛋怎么分哦？看价格啊！看价格啊！150啊！海鸥啊，有人买无？哦，这海鸥啊，这乌鸟咸水水我无，哦，乌鸟咸水的啊。到你找几百？要食乌啊鱼来，搁几哩？我一尾大家无两百，其他人我一尾卖两百，两尾卖四百啦。上尾两尾又来了，两尾四百啦，上尾三尾，上尾四尾啦，四尾来啦，来啦，四尾卖八百，爱食啥会开六百啦？开口音真好听。五百了啦，食乌啊鱼的啦。五百块上尾四尾，五百块大只的呢。五百块四只，五百块四只，五百四只，五百。这尾过上二啦，这尾过来啦，这尾过来啦，无啊啦，五百啦。500块，500块，500块。阿姐嘛，四百。这加啦，这海鸭先加啦。好，你也可能走了。嘿。就，不是，伊有一届打扮得敢福尔摩斯诶，啊，就叫柯南。你也知？啊，我伊讲一个现场啊，都嘛知。好是哦。对啊，伊讲我一个现场啊。来，要食啊，野生加来个今年来，买五百块来，羊买五买互你啊，羊五买，羊五，羊五买，羊五买啦。妈的，创啥物啦？安尼丢贵货咯！你年还搁二十咯，你年还袂输还搁钱呢？奇怪安尼。哎呀，即尾过来啦！即尾过来。知道。即尾过来，无计做工具，无搞忘记。即尾过来。要知道。即尾过来。嘎啦是无辜的。即尾过来。啊，对啊，口味超贵啊你。什么高？我要激动啊！好，激动！激动！一二三四五六七，不要激动。东兴市场没有了。杜阿后，不。东兴市场没有了。东兴市场一团回忆。对。免五百了，三百了了。啊哟，加啦！这是加啦，是加抓。加抓呢？加啦。这应该是加抓吧？你安尼卖？来。这应该是加抓了哈。来，这要结膜啊，300块下来，兄弟们，不。台中哪里有？台中就现在就礼拜五的第五市场，礼拜天的乌日。跟礼拜四的丰原，因为东兴市场那时候开的时候，大家不想来买。东兴市场开的时候，大家没有很想买，所以他就把它收起来了。我变三千做一届啊，要只能三十，这无来呀，爱食买一千块啦，要食虾来买一千。去沙丘会坐回来。
你要创啥？我刚刚你要做公代，我刚刚你要做公代志的感觉呢？无啦，要做什么公代志？我刚刚你要做公代志呢？我看大姐你是不是公人讲好？你怎么做公代志啊？盖啊！只能杀死我。你是无想要摸哟？点了，十一点了，说八点，已经十一点了。他们说八点，现在已经十点了，已经十一点了，太慢了你。怎么都断线？没有断啊，是你的，是你那边的网络的问题哦。对，第五市场，第五市场就是礼拜五，要二十个人。骗人真的有钱？没有，我都骗他。骗他没有。对啊。骗他只有鱼而已。啊、这个也没有了，算一下了。有啊，那个。加那个二十个啊，加你那个台子二十个啊。是吗？对啦。质疑我。晚回家我就扁你。这样嘞。二十个啊。好了。二十个了，二十。那、啊、你不是要二十个？加二一哦。我把它吞下去啊。刚才说1000对不对？买呀、啊！1000呐、啊！我罢了！你这黑来紧嘞，有较公平，稳到走的。好 ，OK。300，哎，300，无啦。都无拢伫遮啦，你该去捡，我去。太沙巴了。有卡。现在没办法留了，这个不留了。这个时间他正最后，他最后一个喊了，不留了。这个不留了。这个我没办法留了。因为他没有喊啦、啊，他等一下就要收了，我没办法留了。那个应该是剩下的都同一个人的，剩下的都同一个人的，那个留货都是同一个人。差不多要下班了，有留的赶快来拿哦。哎，好。大爷要做几单招哈？不用，没办法，我没办法留。我说真的，我现在没办法留。海瓜子，还有人要吗？海瓜子好吃，海瓜子好吃。它比蛤蟆有肉一点，而且比蛤蟆甜。来，我先给你。啊，还有人要吗？虾子300。
小青好了。哦，机员有人来哦。喂，机员，有人要开包的无？五包未？四包有人来无？开包的五斤的。来，谁拿五百给我？四包有人来无？买较少的啦，也无食遐济啦。